喺黄先河同你睇天气，我哋一齐去大西洋睇下。位于大西洋嘅热带气旋戈克曾经一度增强为四级飓风，不过由于冇接近美洲大陆，所以对美加冇造成任何影响。随住戈克继续向东移动，未来几日将会接近欧洲西部，并且会登陆法国西岸。预料戈克会喺当地时间星期三登陆法国西部，并且移入内陆。虽然戈克已经转化为温带气旋，不过仍然会为嗰区包括巴黎市带嚟狂风大雨，而西部沿岸会有大浪，预料要去到星期五天色先至会好转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气。广州天晴，澳门明朗，厦门多云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天晴，北京落雨，沈阳多云，首尔多云，大阪多云，东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多云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达落雨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马尼拉骤雨，墨尔本天晴，悉尼多云，布里斯班雷暴，惠灵顿奥克兰骤雨，孟买明朗，新德里明朗，卡拉奇明朗，温哥华骤雨，三藩市洛杉矶天晴，纽约天晴，多伦多骤雨，芝加哥天晴，罗马落雨，苏黎世明朗，巴黎多云，法兰克福落雨，伦敦多云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而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七点半，预测渐转多云，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，听日日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6至30度，吹和缓的东北风，夜晚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随后几日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重阳节同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，日头干燥。听日讲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